约翰在装修他的新房子，朋友们都在帮忙。有人问 What if we move the picture over there? Do you think it will look better? 要是我们把画挪到那里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会好一些？意思可能还挺好理解，但是如果只看这个 what if， 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新词儿。What if 的意思是要是，如何，怎么办，怎么样，和我们刚学过的 what about 和 how about 很类似，只不过是引导的一个条件状语从句，表示一种假设，要是怎么样，而 what about 和 how about 只能接名词性的短语，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。这种 what if 加上句子的结构，虽然说是条件状语从句，但一般都是疑问句，也可以理解成是 what do you think if 要是怎么样， if 后面是条件状语从句。例如 what if she finds out that you've lost her book， 如果她发现你已经把她的书丢了怎么办。